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啊，第77集。像这个中间的，我们的发音是 central， 它是卷舌卷一半啊，这个音 central， 它是形容词 central 啊。这个一世纪、两个世纪、一百年，这个一世纪也是 century 啊，卷舌卷一半啊，这边都是了啊。这个典礼 ceremony 啊，它这个是 o 啊 ，ceremony 都卷一半啊，这个就不是了。certain 就是很确定的，这个音不好发 ，certain 啊，这个舌头。牙齿这个不是牙齿了，舌头尽量往下撑，下巴也往下伸一点 ，certain 啊，一般肯定念 certain 啊，往下撑一点 ，certain 那音就会念比较准，像地球啦 ，earth 也是这个字 ，earth 啊，一般念地球 earth 啊，它是 earth certain 啊，这样的音就念的比较准。chair 也是卷一半 chair 啊，所以这里面四个都是卷舌卷一半 chair 啊，啊，这个中央的是 central， 一百年是 century， 典礼仪式是 ceremony， 很确定的是 certain， 椅子是 chair 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分清楚。A 的音呢，该大卷舌、中卷舌、小卷舌三个要分清楚，你的发音才会准。啊 ，central 它的意思是 in the middle 中间，你要念 middle， 它是带耳的音，不要念 middle， 它是 middle， or something 啊，在什么东西的中间，或者是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a thing or place， 或者在一个什么的中间啊，就是中间的，它形容词 adjective。ADJ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ing or place、啊、譬如我们造个句子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啊、大写专有名词中央情报局、啊、Intelligence 也可以是很聪明的、啊、也可以是情报、啊、所以一字多义 In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联邦调查、啊、调查起来后面然后局、啊、联邦局什么局调查的、啊、就联邦调查局、啊、有名的 are two famous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in USA 是美国两大情报单位怎么分呢管外面的管国外的叫中情局管国内的叫 FBI 那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怎么分军情六处就等于 CIA 管国外的军情五处就等 FBI 管国内的啊，是这样子那一般的 KGB 也是管国外的、啊、那个以色列很有名 Mossad 也是管国外的就等于 CIA、啊、所以 CIA 等于 国际上最有名的四个、啊、美国的中情局啊，那个苏俄的 KGB 当然现在改名字了以前叫 KGB 大陆叫格别乌、啊、这个英国的军情六局、啊、还有以色列的摩萨德这四个最厉害那美国都有了都有他的这个类似中央情报局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e two famous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in USA 或者讲 US 就可以也可以、啊、所以美国呢很多了 USA US United States America United States 或者 State 直接讲 State 就可以但你就是不要讲 America 因为中美南美也是 AmericaCentury 一百年 A period of 100 years 啊，一百年我们造个句 The Gothic architecture must be centuries old 这什么字呢很难字啊哥德式的建筑跟那个德国诗人哥德没有关系什么叫哥德式建筑就是你看德国科隆大教堂就尖尖的一根一根的往上面、啊、巴洛克就是比较圆的、啊、比较是带一点回教的、啊、豪华风的Gothic 就比较阴森森的常常是黑色的一看起来有很多恐怖片里面古堡啊什么建筑哥德式的啊，德国的 The Gothic 它念 Gothic 不是 Gothic Gothic architecture must be centuries old
这哥德式建筑呢大概有上百年了，这建筑很麻烦的，哥德式啊，有那个巴洛克式啊，豪华风啊，新古典主义啊，现代主义啊，一大堆的啊，很复杂。 Ceremony 是这个啊典礼名词 Noun、啊、Formal acts 很正式的一个 行动，很正式的一个活动啊。Often mix a fix and traditional，通常 fix 什么意思？就是通常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固定的形式啊，不能跑太多。然后是传统的啊 ，perform on important social or religious occasion， 它常常在呢 perform 就实施了，实行了，举行了，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啊、社交或者宗教的一个 occasion 一种场合典礼啊。就是什么结婚典礼啊，什么节日啊，节日庆祝啊等等的，比较正式的啊，传统的啊，固定的 formal， 这个 formal 是正式的啊，它很容易跟那个混淆 ，formal 啊，就前任的 former 前任的跟 formal 正式的啊，两个都是形容词，但意思完全不一样啊。Formal acts often fixed and traditional。Perform on important social or religious occasions. 我们造个句子。The graduation ceremony, 啊，毕业典礼，或者说 wedding, 啊，或者 wedding ceremony, 啊，结婚典礼 will be held, 因为它是被举行嘛，我们用过去分词啊。Next month in our campus, 啊，下个月在我们的校园 campus 就校园。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ill be held next month in our campus.Certain， 它是 certain， 它是形容词 ，having no doubt， 没有任何的怀疑 ，or know exactly， 或者你也确定的知道 ，something true， 有些事情是真的 ，or known to be true， 或者你所认知的是真的 ，correct 啊，是这个正确的，或者 exact 是确实的 ，or effective 或者有效的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这点呢，它就是这个咬文嚼字啊，有的时候它的定义很模糊。有时候很精确啊，每一个人写的不一样。Having no doubt or knowing exactly that something true or known to be true, correct, exact or effective 啊，所以这边可以学，这是文字功力了，可以学真实的、正确的啊、准确的、有效力、有效果的啊。Are you certain that the suspect is innocent? Are you certain?你确定呢？这个嫌疑犯啊，还没有定罪的啊，就是法院还没有判决的都嫌疑犯，警察抓的嫌疑犯，你不确定，可能人赃俱获或怎么样，还是嫌疑犯，警察说了不算，我们看的都不算，被抓到全部不算，最后由法官说了才算，在法官判定有罪之前，我们叫无效推断原则啊，推断原则，没有判刑之前，全部都是顶多叫嫌疑犯。那真正法院判了有罪才叫犯人啊，判了无罪就无罪释放就没事了，连嫌疑人都不是了啊。Are you certain that the suspect is innocent？ 因为什么呢？警察可能误抓，有人证物证可能栽赃啊，物证可能栽赃啊，人证可能是什么串通好啦，所以不行，由法官判定，这个确实证物啊，不是栽赃啊，这个证人讲话啊是确实的，我相信。还有陪审团嘛，这英美啊，这个很麻烦，法律好，欧美制度，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这个很麻烦。Chair 就是椅子，它意思就是 a seat for one person 啊，一个人坐的。那当然你说不行啊，我抱我女儿，抱我女朋友，抱在上面坐啊，当然也可以，正常是一个人坐。There is a back， 通常有一个靠背。所以我们板凳就不是，板凳没有靠背，就不是 chair 啊，板凳是 stool，S-T-O-O-L， 啊，这是一般的那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了，也不一定是板凳了啊。有靠背 ，usually full legs 啊，通常是那个四只脚啊，啊，当那个板凳啊什么的，有的是三只脚，所以椅子四只脚。And sometimes two arms， 有的时候两个扶手，你不要说他有两个手臂啊，这个椅子长出人的两个手臂，不是，所以很麻烦，他又是手臂，人的手臂，又是扶手啊，又是武器，还有更夸张，他是徽章啊，家族的徽章 arm 啊，意思好多啊，你看
手背椅子的扶手武器徽章、哦、意思好多。 You can adjust the height of the chair、啊、你可以调整这个椅子的高度。 You can adjust the height of the chair、啊、所以我们都学了、啊、大部分都是半卷舌的、啊、我们再把它念一下，熟悉一下它的发音、啊、我们念慢一点，念清楚一点，你也跟着念。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ederal,、啊、这 Federal 是卷舌卷一半，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e two famous,、啊、famous 就不卷舌了， famous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in US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e two famous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in USA.、啊、一百年。The Gothic,、啊、他念 R 的音，卷舌的 R。The Gothic architecture must be centuries old.、啊、所以念 century 一定要卷舌卷一半、啊。The Gothic architecture must be centuries old. Yeah, 可能两百年、三百年，我们加 s 啊，典礼啊，仪式、庆祝活动。The graduation ceremony 啊，所以我们要学着它这个卷舌卷一半 ceremony will be held. The held 也是卷一半 held.Next 又是卷一半，我们说 help 救命啊 help 也是卷一半，我们说 tell telephone 也是卷一半。 month 啊，你不要念 month 啊，它是不卷舌带耳的音 month in our campus 啊 campus 就是大卷舌，你看这个很多细节。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ill be held next month in our campus. Certain 确定， Are you certain that the suspect is innocent? Or are you certainThat the suspect is innocent、啊、所以这个我们说问句、啊、都要最后音调往上扬，也不一定、啊、一般是这样子没错，可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你说 are you、啊、就已经是人家一听就知道是问句了。 A chair You can adjust the height of the chair、啊、重点是这椅子常常念嘛，所以一定要念的准一点，半卷舌 chair， 你不要念成不卷舌 chair chair 不对，或者念到蝴蝶音 chair chair 太夸张 chair 啊，它卷舌卷一半，需要多练习。You can adjust the height of the chair 啊，多练习一下啊，这一期讲到这里。